天脸德布西的影子出来了，有没有？音乐不大一样。这首曲子叫做《春》，春天的春，春天。这是一首组曲，用管弦乐团写的组曲。当时呢，法兰西学院的这些学院派的弟子们给他布一句话：我们得提醒他，特别避免这种不明确的印象主义作风。因为它是艺术真理的敌人，看得到下面这一行字吗？好，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关键字？对，印象主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把音乐停掉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停掉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害惨了德布西。因为第一次你听到德布西跟印象派挂上等号，就是这句话。好。